店家谁呀？二伟和熊二呗。都走了，他俩干啥去了？今天打电话的，不打电话谈也不白费吗？来吧，他俩不来那儿。我说小，三姐夫，他放起来了啊，今天一会儿就上架子了。啊，上梁打完了，打完了马上就要抬架。后边拿往上压一会儿啊，后边奶奶，后边奶，后边压。立起来，立起来呀！得接着压呀，你这么压还怎么整的？上架子了啊！后边压，中间抬。来，上货。前面来，那就高层的，来，再往上来了。王军呢？来。前面上货。对。哎，上南边那嘎瞅瞅啊，正不正的？王军，往东边。瞅瞅架子正不正的？往东边，往东边。往东走，说他周东边去了。还搞俩夹杠夹呢，对他不动他的，他先支点的往东倒一些，完了再上一个链子就好。两百架打石花一链，这老实的。这老胳膊这不，脑瓜花锃亮的家伙。这家伙哪家伙呀？都上一天台去，都上排队去了是吧？上林发家啊，上林发。都上平均岁数是65。立起点，哎，我们说，哎，好嘞。往右，要点，哎，来往前来，往前来，来多多。哎。哎。怎么样，前面？这都演的是吧？练上了啊，600架，拉个盖儿完事了。房子起来了，就现在装修了。上井，上完井上砖。搬砖来。哎呀，这家到分家了，上点块砖让它粘一堆啊，搁点胶上。哎，上点砖啊，上点砖起山尖了，现在这房子起尖，中山了。这垒烟囱去。老司机了，头发都没了，老哥，稳点啊，猛点。没事，逃过来了。一整后边再说的。这事儿我干啥就不喜欢了，对。哎呀，这下这待遇真好啊。赶紧抱这西瓜。你爸没听着的，走吧。来，就往上拿，拿了吗？拿了。你家来一块，你家来一块。别过近了，师傅。不知道。媳妇挺好。这是三姐我的姑子啊，这是。你看这家伙，老丈人盖房，这姑子多卖力是吧？冬天要哪个？冬天啊？你要哪个？啥要哪个？房子。这俩房要哪个？一新房，老房要哪个？我哪个都不要啊。哎呀。那都谁了？都给你大姐了呗。都可以啊。都可以，你看你喊的。啊，都起完了啊。大山起完了，架子撤去了。就是砸碗盖就搁着，今年不装了。来年，这烟囱南面是个炕，这是个小屋嘛？你看要打底梁了，先墙的梁。来，大舅妈。这烟囱不小。啊？这烟囱不小。烟囱大，你不好烧吗？来年你就是啥了？来年你就搬这屋住来了，搬这屋上那屋炕上，哎，这烧热乎的是吧？